我自己炸死，太紧张了，乱按按钮就被自己炸死，哇！没错，我上一次玩到哪？是啊，我上一次好像大师模式不知道打什么挖沟，然后一直打不过啦。对对对，还是谁买主机？我跟你换底座。我跟你讲，傻子才要跟你换底座，谁要跟你换？我要买这两个，就是全部都要啊！还敢跟我换底座啊？对对对，我上一次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啊！然后我印象没错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好像，对对对，我好像武器全部用完啊！对啦，对啦，等一下，我先，先让我熟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忘记怎么用了。跳是哪一个？等一下，哦，这是跳 ，OK， 这往后跳，然后这个是。啊干！等一下，我没有用，没有用功啦！等一下，怎么换回武器？不是啦，等一下，就这样直接砍嘛。哦，然后这样换武器。双手剑，先不要双手剑啊。雷电剑 ，OK， 等一下，然后这个砍，啊干！等一下，哦，这是丢，不丢。好，这个是用这个招啊，这个。防御嘛，啊不是可以？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打了就知。等一下怎么跑？按住边了 ，OK， 好 ，OK， 可以，来，轻松。魂系游戏哦，萨狼，等一下，我真的有点忘记，等一下，这是瞄准 ，OK。靠北等一下，很久没玩了啦，等一下啦，这样不准啊，好，啊，来，快跑，跑到那个，这个我还记得，啊，回血了，靠腰，回血回超快，啊，等一下靠，这一关没有柱子啊。对，这一关没有柱子，哎，等一下，没有柱子啊！好。玩了七弹之后，林克都不会跳了。闪电剑怎么那么快就坏掉了？是买到假货啦？我觉得我买到假货哎。好，砍起来哦！糟糕，这个要怎么办？哦，有了！看，屁啦！我按着护盾呢、欸，啊？怎么可能？不是吧？我看你今天剩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全部都要在这里哦。失败了，再一次，快点！不可能！我只是遗忘了什么东西，我跟半半一样，我只是遗忘了一些事情而已。放屁！他要蹦蹦蹦，我们就给他蹦蹦蹦，看他多会蹦。来啊，来蹦啊！不是啊，往后跳不是可以屁嘞！不要蹲！中！等等！等一下！冰雪剑！不要蹲了、啊，哇，那什么东西、啊？哇！哦 ，nice！有！在！等一下，没有弓箭的设定，中！等一下，先收！不！等一下，冰雪剑有，有了！打！OK， 奶叔，赞啊！
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可以起飞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飞不起来？为什么我飞不起来啊？不是 Y 吗？不是 X 吗？搞什么鬼啊？对啊，我记得是两架啊。哦，有了，有了。按到蹲下了，就，我的盾牌，救命，我这个我是不是跑得掉？我记得我跑得掉，好的。哎呦，可以，原来是跑掉的。我不要啊！啊，不行！我要广发禁邀这些七蛋直播主老玩家，然后一起来跟我参加这个试炼。打打打！就是要用跟我差不多等级的。的武器血量，然后来挑战这个顶级。哦，我看他们笑得那么开心，我就不信你们可以这样打，可以这样过得了关。啊，失败，中眼睛。对，刚就是忘记切回来。好，成功。棒棒棒棒！再切回来，可屁啦！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他的，最好是不会硬直，他完全没有硬直哎。瑞塔说：“煮个面怎么还没过关？来，你来打、啊！你以为这么简单？我的武器可是稀缺到一个不行哎。”我可以哦，我可以在这个时候换武器。高级操作，高端操作，对，哦，这个好，可是也不是问题啊，就不刚刚就不是这个问题啊，我知道，走快。啊，不行，这是禁止器。哇，难，真的难！啊靠！哇！豆腐说这是基础操作吧？怎么会？这是高端吧？对我来讲算高端了吧？啊，对啊，罗比讲到一个关键点，对，我当初好像在他那个的时候，我好像是用丢炸弹，我看一下炸弹怎么丢，在 L 吗 ？OK， 来试试看，可以，还要往后退的时候丢他炸弹，应该可以。OK，nice， 不错，可以。Nice， 等一下，先走。完了，不要，我觉得可怕，我不要停额周线。丢错边了啦！哇，他血都回复了。哎，刚刚真的整个丢歪，真的是。快点，再来一次，我靠！
刚刚那个炸没有用吗？啊，刚刚那个炸没有用啊！哦，天哪！切，你看 ，OK， 有石亭可以用啊？你说卡住它吗？真的假的？有点虚弱。等一下，你说这个、哦、可以吗？不行不行啊，停不了它、啊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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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就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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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学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呀！他停不了他、啊。我是建议你先离开啦，去买账。我绝对不会用瑞塔的流派，我是打死不走瑞塔流，绝对不，严正拒绝，严正拒绝。这种什么用？这种弓箭炸死人家，这种就是不讲武德，不行。啊，升级可以停住他哦。OK 啊，我们不用升啊，不用升啊。今天这一组刚刚已经越来越上手了，没有感受到我刚刚那个，刚刚那个力回越来越漂亮了。我现在只要确定好他那些奇怪的状态，我是不是炸死他就没事？一干！开始转才行，是不是啊？救命！真的怕你武器都打烂，他还没死、欸。应该是不会啦，应该不会吧？感觉好像还可以，就是很极限、很极限的那种，最起码可以丢炸弹炸他吧。好，等他过来。咻咻咻咻！哦，哎呀！屁啦！你的耳很硬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我耳其实我耳根子其实蛮软的，我只是不想听瑞塔的话而已。我反骨只反瑞塔而已。OK， 克洛洛九百颗跟顶级跟用烂武器打顶级是没有关系的哦，爸爸。来来来，好。丢过去！啊干！屁啦！我已经用尽吃奶的力气跑了。拱一颗，好，拱一颗有。好好 ，OK OK， 我的预想范围内。往后跳，没成功。往后跳又太早。出啊干！干！我的手，我觉得我手把真的有点怪怪。我刚好像是按左，可是它会往后跳，怪怪，一定有问题。啊，不行，他已经回血了。啊！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怎么比刚刚还要再难打？不可能。那等一下，我先不用这个，先不要这个，要在必要的时候，必要的时候我们再用弓箭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！棒棒棒棒 ！OK， 好，零食物，这叫零食物才有机会，才有机会。零食物，零食物，零食物，零食物。我自己炸死，太
紧张了，乱按按钮就被自己炸死，哇，我要气死！太阴险了，换成刺的，完全不给我，完全不给我机会，OK, nice, 这样就可以。啊，看，屁，完全没机会拿出盾牌。好，一二三，我还是打了。我说我只打三下的，我还是打了，我贪刀。哎，讨厌哎，他要开始回血了啦。啊！好烦欸，好啦，算啦，我先去拿武器啦，我气死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不是靠这种什么柱子挡，我没有，我这边完全是一定是技巧派，一定是技巧派，好不好？一定技巧，绝对技巧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也不会进行任何升级，我们就是把武器备齐了，把一些耐久度的武器备齐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想一下。欸，没有来过的地方是，欸，这里可以，哦，可以用飞的，可以用飞。好好好，我想一下，哪里有什么比较好的武器？是不是？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里面什么禁卫军什么的啊？有，我记得好像有这种东西啊。但是我可以去哪里买武器啊？我想看哦。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啊？我来这里干嘛？我是不是好像要先开塔？我记得是吗？是吗？我是要来开塔的吗？我来这里干嘛？啊，这是其中一座塔。怎么恭喜大家解脱？大家不是最喜欢看这个了吗？阿基说：“明天射出陪伴台会不会继续顶级试炼？你们想看吗？你们想看我就开啊！我等一下马上做问卷啊！明天早上想要看永远过不了关的顶级试炼吗？”提纳求闸神庙，我发现我当初在玩的时候，我好像也有很多神庙是没有解过的，所以我现在开始解神庙了。我现在不会看聊天室了，我不会被聊天室诱惑的，除非有人抖内，我才会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应该小菜靠北。我是不会看聊天室，然后是荔枝顶级。欸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？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我们刚刚多了一个陨石杖，说不定我们的人生多了一点机会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来来来来来，欸，有啊！你看这有城墙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有城墙，有城墙就是什么稳了，有城墙就稳了。没问题啊，轻松啦！你看那小小只，左右拿一只，哎，没有那个啊，简单啊，稳了稳了稳了，他没有那个就稳了。没有用哦，竟然没有用！啊！等一下。哎，我记得我是啊，你我是不是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！干！对对对，他会打好几下啊！我记得好像可以盾反嘛。哎喂，对我换了另外一个神殿哦，我以为没有问题。结果还是出了问题。啊！我的刀滚了两次，不拿盾我也可以躲过。我要精准的子弹时，精准的子弹时间。我看电剑哈。旋转的时候是有伤害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
来。哎哥！哎，怎么会？我时间差，老了老了，需要叶黄素。救命！救命 ！OK OK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拿着盾了吗？哦，有打到，有打到，有打到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先站起来，先站起来，然后把武器，把武器先换成冰雪剑，快点！啊！救命！退退退，你也只能退了。贵呀、啊！啊，没成功啊！干！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我们哪里可以？就有人在追我、啊，有人在追我、欸。我有没有什么？冰雪杖，冰雪杖。啊、看！私が守る。靠背，靠背！妈的，妈的，谁准你？好，我对我只是要偷盾而已，我只是要偷盾。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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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武器带一满。好，我们现在去，我们再去挑战一次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已经多一个盾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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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、！Oh my god！ 嗯，好了，已经十二点了，我们今天先这样啦。我等一下，但是啊，今天已经可见，已经可见哦，几率很高。只要接下来我们在最后一回合把盾反练好，基本上一定是过关。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给我们一个赞作为支持，留言分享你的心得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